那民俗跟艺术的分野到底在哪边呢？事实上可能很多人会提出质疑，但是民族舞团这20年来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，把台湾非常精彩的庙会义正的一些文化呢，把它精致化，舞台化到舞台上去做一个很精致化的表演。那尤其这样的作品呢，拿到国外的舞台上，它一方面又具有一个很浓厚的一个宗教的意涵跟故事情节在里面，另外一方面它又非常代表台湾的一个本土的一个文化，那它又一个比较精致艺术化的方式在舞台上呈现。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品呢，在舞蹈全球化的今天呢，我觉得它是足以代表台湾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舞蹈艺术。Oh.